事情已经办妥了，死的这个人呐，叫严东升，他是多聪明啊，他主谋啊，由咱们这个大英雄刘金喜给这小子归了案了，这是好事啊。 一个手无寸铁的赵志公，咋个打死一个习武多年的严东升？当时你是咋个把严东升的？刘金喜。 你到底是啥子？